三 D 的问题。嗯，第二吗？不是，它这个是个如果跨出去，它通过这个就告诉你你是什么。你看，它 roof， 这是 roof， 然后就是还有什么时间，晚上时间，白天，还有是这个是怎么利用太阳能的？这个是什么？太阳能板，它收出来当中，然后再释放出去。然后那边有一块，它是一个停车场，它是有点像表盘设计的，像吗？没有，它其实是为了利用视野。你看，它是飞碟设计的，这个是它的那个，这是它的 cooler system， 也不是用那个。风看到没有？蓝色的风带走热量嘛，它就故意造成那种山坡的形式，来营造出一种风景。对，就是还有这个附近都可以看，那边这里有个 Type Center， 你可以走过去。它剧院是下沉式的，在那个玻璃里面，在造的那个玻璃里面。这边是停车场。去看。这是一个它的 Park， 这是苹果的公园，苹果公园。它一个主要是环形建筑，它里面叫什么办公嘛，它里面办公，你看，它里面是这样子，你可以看它的构造，对，它顶层全是太阳能，它顶层，你看它怎么发电的，你看啊，看太阳能板，注意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把能量收集之后，放到中心处理器，看到没有？能量到中心处理器，然后呢，它用整个那个。哦，这里全是太阳能板，看到没有？全是就是能量的收集线路。飞碟设计啊！好了，看完了。万星科技啊！那游戏好酷！这个就是它的 cooler system， 它故意造出那种坡度，人造坡。因为什么？看着。人造坡带走热量，风过来会带走热量，所以它里面是不需要那个。对。